他这种人靠男人不劳而获，我觉得就应该这种下场。我再告诉你哦，他们都说啊，这个孙浩瀚的这个女儿啊不是他生的。你现在要做的是唾面自干，就是即使别人往你脸上啐唾沫，你被炒了，你不擦擦啊，依然被炒了。什么？我就被炒了？你被炒了。二兵必胜。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中天娱乐台精英律师。